这家在日本拥有高达600家分店的烧肉店，主打日式烧烤，最近来到新竹直营拓点，各式顶级肉类及海鲜，丰富的餐点带来最正宗的日式好滋味。最推荐的是那个牛角的牛偶花，这个的口味的话，很多油，然后很甜，所以口感比较像日本的那个肉一样的感觉。烧烤店点餐方式相当多元，单点、套餐，平日更有提供吃到饱的服务。才开幕不久，现在吃到饱的选项已经预定好好几天之后，88样菜色的吃到饱，让消费者是说太满足了。大家都吃得很开心的。然后这是我们朋友去日本，说这个店家好像不错，对啊，所以找我们一起来这边聚餐。所以今天是特地过来。这当然了、这边一定要特地定位，不然就。没有机会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。所以多久以前就定位了？上礼拜六。对，上礼拜就一直打，然后同时打了二三十通电话来订到为止。台湾有相当丰富的多元饮食文化，这次来自日本的直营烧烤店，让许多民众不必跑到日本，就能享受到最正宗的日式烧烤。灵活的点餐方式，更让消费者能依照自己的胃口选择，享受有别以往的烤肉环境。凯擘新竹陈若瑜、蔡文启采访报道。